你知道在讲哪一个吗？弟弟怪谁怪，但是他没有威胁性。我是说他会自言自语那个，对，不是另外一个，不是会卖问你的，是他自己在那边讲话那个，对，那个还有另外一种。一点三分，八二三号四二四哦，三千零，哎，三十四哎，一样豆的有绿色带青灯机灯，四二四号苏林，八车将花中线南回线上新左营的，我们三千二有门主三千零三十四皮烟豆的绿色带青灯机灯，在瑞邦，刚刚那是银行。四二四。啊，如果下个月可以，我要去。好用。我下个月可以的话，我要跟团。看跟团。要跟哪个团？我一个旅行团老师，他有在开团。有花莲啊，夏天去玩水呀、啊。是。新慈祥阿列车是二二次在瑞安那里。啊，我想到。色彩有没有什么意义？绿色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你想到一件事情了，你们的停车场要开启了。什么东西？停车场要开了。哦，你说那个停车场、啊？彰化啦，没有。那个打造一比一耶 ，CK 一二四，你有听过这个消息？你有机会帮我去看吗？看停车场，对，那个打造一比一，那个说好几万个砖头烧在一块。哦，那个停车场是给一般的汽车停的。啊，我啊就是彰化善宇车库那停车场，你听过吗？有啊，我知道。没听过。那不是给火车停，那只是说靠近善宇车啊，用那个。有那么一大块地啊？怎么不知道？那边有。怎么有那么一大块？后面那一块有那个以前夜市那一块，现在都。他、啊、干嘛不给他做夜市啊？听说那块以后要盖什么，类似像南港站那种商业大楼。哦，彰化有需要吗？有需要。有需要。因为彰化太无聊了。对，彰化太无聊了。白鹅山西。啊，桥友嘞？桥友。他盖的是什么？750那个里。哇，我的那个获利 ，R1789，三五篷车 ，R1 加 R189五篷车加三平车加三节厂车加两篷车，还三篷车加一手车750左右。姐姐，你有机会要去彰化哦，干嘛？停车场。打造一比一的 CK 一二四，用砖头烧出来的。哪里的？你问他、啊，后站就是善宇车库那边有停车场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那新闻都出来，很赞哦。对啊，他说一比一的 CK 一二四，用砖头啊弄出来。其实他带走鸣笛，那也太厉害了，那技术真的太厉害。2034422。我想说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讲这一句这件事情？对。好吧，大家就南回线，看我新左，四二四终于在瑞芳站时，七点十六分，八月二十三号再见，拜拜。